大家好，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Tinkercad 如何快速来制作一个鱼类造型的这个容器。好，那一样的，我们还是使用到基本造型的 Scribble 这个工具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使用这个笔刷的这个工具，好，这个比较方便，比较简单一点。那我们就很快速的画一条鱼的这个造型。哦，那这个首尾记得要接起来哈。接好了之后呢，我们按一下这个 Down， 啊，就一个鱼类造型的这个模型呢就制造好了。好，那我们按一下复制哈，先复制一个这个鱼类造型，把它放在旁边。那第一个这个造型呢，我们快点两下，然后我们再用这个画笔呢，帮这个中间的部分呢，我们把它涂满。哦，这个都把它涂满。这个我们等一下当鱼类造型容器的这个底部的部分，所以我们需要把它涂满。这样子呢，我们已经很完善的把它涂好了。那么按一下这个 Down， 好，那这个底板呢，我们把这个高度调低一点啊，不用那么厚。好，那现在这两个我们把它组合在一起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两个一起把它框起来，利用这个对齐的功能啊，中间对齐。好，那两个再框起来，然后再群组。那么各位看一下，我们很快速的就制造一个这个鱼类造型的这个容器，很快速的就完成了。